欢迎部长莅临会场。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出席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地震赈灾款捐赠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始，先为大家播放一个短片，善的循环永续不息。台湾人都很尊敬的安倍前首相和许多日本的好朋友经常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让我们都感动不已。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台湾人民现在就是轮到我们展现爱心的时候，也请日本朋友接受台湾人民的一点点心意，让善的循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日本加油，你懂干嘛来。日本石川县在1月1号发生瑞士规模 7.6 强震，造成严重灾情。我国政府4号宣布捐赠6000万日元赈灾，并开设民间捐款赈灾专户，提供国人自发性捐款。从1月5号到19号两周时间内，赈灾专户总计收到134,368笔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 5.4 亿元，折合日币25亿805万日元。台湾人民以具体行动再次展现对日本的关怀与友谊，台日间的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外交部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正式将台湾民间的心意转交给日方，善款也将透过驻日本代表处汇入灾区的赈灾专户。首先，容我先介绍今天出席的贵宾：外交部吴钊燮部长、卫福部李立芬政务次长、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片山和之代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范正国秘书长。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本次赈灾活动中高额捐款的民间代表团体出席，在此为大家依序介绍。首先是国泰金控李长庚总经理、鸿海科技巫俊毅发言人、玉山金控林俊佑行销长、信锦企业许淑芬副总经理、台湾高铁公司严昭丽发言人、台新银行尚瑞强总经理、创价学会洪玉柱常务副理事长、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资源发展处蒋庆章处长、崇友文教基金会唐秋林执行长、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国际事务最高顾问冯继台大使、上银科技廖克煌发言人。今天也有几位日本朋友到场，台湾石川县人会德光崇仁代表、台北市日本工商会竹田亨理事长、台湾日本人会松井学常务理事。贵宾介绍后，首先我们邀请外交部吴部长致辞。
旅居台湾来自石川县的日本朋友，日台交流协会片山和之大使，卫生福利部李立芬次长，台湾各界捐款的单位代表，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首先容我再次代表台湾人民与政府，向能登半岛强震中遇难和受灾的日本人民表达诚挚的哀悼和慰问。今年1月1号发生在能登半岛强震以来，已经将近一个月，灾区的复原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当中。然而我们看到最近石川地区频降大雪，相信每一位台湾民众都跟我一样，时时惦记着灾区民众是否安好。台湾和日本每逢重大灾害，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互相扶持。台湾民众对这次灾情同感悲痛，纷纷向外交部表示希望能够尽快捐款，想要帮助灾区的民众渡过难关。政府也立即回应了民众的期盼，开设了赈灾捐款专户，我们非常感动。从1月5号到19号专户关闭为止，短短2周之内涌入了超过134000笔的捐款，总计收到台币54000多万元，折合超过25亿日元。我想这一笔善款不只是数字上的累积，更代表无数台湾人民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要将这份来自台湾的善心转交给日方，用来协助灾区民众走出灾变，修复创伤。今天有部分民间捐款单位代表特别出席，在此向所有慷慨解囊的民间企业、团体和捐款民众致上12万分的敬意和谢意。相信我们都再次感受到台日间宛如亲密家人般的深厚情谊。这次赈灾受创最严重的石川县，和台湾早在百年之前就结下不解之缘。出身石川县的八田雨衣为台湾奉献心力，建设嘉南大郡和乌山头水库。他将生命化为流水，灌溉台湾的土地，滋养每一位台湾人。如今他的故乡遭逢天灾重创，我们秉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台湾人精神，此时此刻更应该挺身而出。台日间紧密的牵绊，就是表现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对方最坚强的后盾。日本朋友们，严冬终究会过去，希望将随着春风重新绽放，让我们再次为受灾地区的居民祈福，盼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展开美好的生活。等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台湾人民一定会结伴再去造访，亲身为石川县打气。日本加油，石川加油，日本干巴的，石川干巴的。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邀请卫福部李政务次长致辞。吴部长，还有我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片山代表，还有我们来自日本的好朋友，以及这次捐款的团体，各位贵宾大家好。为了要协助我们日本能登半岛的一个赈灾，
行政院马上就立即责成我们卫福部要赶快来成立这样一个募款的一个账户，所以我们卫福部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之后，马上启动相关的一个工作。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这次协助卫福部进行募款的这些银行，还有我们的四大超商都马上立即的提供我们协助。那特别在银行这边，你如果用转账方式还可以免收手续费，就是希望能够把民众的捐款全部都能够来协助我们在日本的灾民。好，那在整个两个月的一个募款的期间，我们总共收到了134,000余笔的一个捐款。那其实它代表的是不是只是一笔134,000多笔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它代表是在台湾有超过134,000多人的民众，其实都有来捐出他们的爱心，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捐款的行动，能够表达我们台湾国人同胞对我们日本的民众的一个关怀，以及表达我们的温暖之意。那这一次的募款，我们总共募得了5,4158万，那也会全部交透过外交部交由我们的日本单位能够来给予我们在日本境内的这些受灾的民众，能够协助他们能够早日的重建家园，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在这边也要再次谢谢我们台湾民众的爱心，那相信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友谊一定会持续的保持下去，都是最好的一个兄弟之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次长。接下来我们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片山代表致辞。五交社外交部长李立峰，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与台湾西庄县同乡会一起，向最近在南东半岛地震中牺牲的人们表示诚挚的哀悼。我们也向所有受灾的民众表达最深切的慰问。1月1日。地震发生后，五交社外交部长立即联系我，表达了慰问之意，并表示台湾将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等非常温暖的讯息。我们也收到了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为首的朝野人士和许多民众的衷心慰问。地震发生仅3天后，就决定捐赠6,000万日元的赈灾，并开设赈灾专户。那么，在至上周19日的2周内，捐款已经超过25亿日元。在惊讶之余，也很感激台湾大众对灾区和灾民的温暖和鼓励。我的高中在日本的高中同学们也通过 LINE 的群组不断地要求我一定要帮忙传达给台湾他们衷心的感谢之意。过去我们在各种天灾和新冠疫情期间互相支持，我相信这项主动是台湾与日本友谊的见证。今天也有邀请到温暖支援我们的部分企业团体出席记者会，
本人再次代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向来自台湾各界人士的热心捐款表达感谢之意。在这24小时不间断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让部分地区水电瓦斯等生活必需设施尚未复原。此外仍有许多人因房屋倒塌、道路中断而无法返回家园，只能住在避难中心。每次看到灾区遭受余震、天气寒冷等严重状况的消息，都让人感到心痛。让我们和台湾民众一起同心协力，期望早日重建灾区。谢谢台湾，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谢谢片山代表。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本次民间捐款数额最高的代表国泰金控李长庚总经理上台致辞。劳教部吴部长、卫福部李正武次长、日台交流协会片山代表、现场的贵宾、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日本跟台湾同样都面对地震、台风所带来的灾害的冲击。那面对这些灾害，也让台湾、日本各界确立了怕丢怕等修个点都用的这种韧性，也同时激励了我们两边在面对灾害的时候那种同理心，希望能够互相伸出援手，灾后快速重建的这种长期的深厚的友谊。那今年元旦发生的练可六连能登半岛地震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所以我想台湾各界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在外交部、卫福部设立专款 的鼓励下，也看到台湾民众各界热心的捐款，希望能够对受灾的民众有所帮助。那台湾历史把日本当作是海外旅游最热门的首选地区，尤其每年的赏樱赏枫的季节，热门班机更是一票难求。那么不止民众热爱日本，我想台湾的企业跟日本的长期业务往来也非常的密切。就以我们国泰金控集团旗下国泰人寿为例，从61年前我们成立的时候，就跟日本生命建立了超过一甲子的业务合作的关系。其他包括我们跟大和证券也是几十年的合作，我们的集团国泰建设跟三井集团也是多方的业务合作多年的情谊。我相信这样的合作不只是国泰金融集团跟我们集团企业跟日本有这么多的合作，相信在座或者是台湾很多企业跟日本企业有很多的合作，这个合作都是累积了我们长期的情谊。那这一次国泰金控捐款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我们去年刚好是国泰人寿创立60周年的纪念，所以我们也委托了石川县金泽漆器商会帮我们寻找在地的漆器的厂商，帮我们制作了手工制作50000个很精致的漆器国和纪念的这个纪念盒，我们送致赠给我们的贵宾跟我们的员工。所以当地震的消息出现之后，我们当然关心灾区受灾的状况之外，我们也透过各种管道去了解到底当我们制造漆器这些厂商的状况如何。那所幸这些厂商都大致都平安，所以我想地震发生我们感同身受，所以自身的协助灾区的重建工作顺利进行，灾民可以早日重建家园，恢复美好的生活。日本加油，谢谢大家。
谢谢李总经理。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石川县人会德光从人代表，代表石川县民致辞。外交部長、李福利厚生部次長、国対人婚李総経理、日本台湾交流協会片山代表、ご列席の皆様、こんにちは。私は石川県出身の徳光重人と申します。本日はまずこのようなセレモニーにお招きいただき、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外交部吴部長、卫福部李政務次長、国対人婚李總經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片山大使，以及各位在座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石川县，名字叫做德光从人。今天能获邀参加能登半岛地震善款捐赠典礼，仅表由衷感谢之意。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1月1日に発生した石川県北部の珠洲市を震源とする能登半島地震への台湾の皆様の温かいご支援に対し、石川県人会の2名とともに石川県出身者としてお礼を申し上げたく存じます。我要在这里对今年1月1日正央在石川县北部株洲市所发生的能登半岛地震，台湾各界给予温馨的协助，仅代表在台湾石川县同乡会，包括我在内，共有2位出席今天的仪式，以及我也要以石川县人的身份向台湾各界人士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1月1日の夕方、故郷石川県の能登半島で震度7の大きな地震が発生したことを知りました。あちこちで道路が壊れ、自衛隊が出動しても広範囲に広がる被災地になかなかたどり着けないという情報が入ってきまし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で早速台湾政府は救援隊を待機させ、1月4日には台湾政府から石川県へ6000万円もの支援が行われ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を拝見しました。1月1日傍晚，我获知我的家乡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我们收到消息知道许多地方道路中断，即使出动自卫队救灾，因为灾区范围幅员辽阔，有许多地方根本无法到达协助救灾。在这一种情况下，台湾政府立即表示救难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可以出发救援。1月4日，我看到新闻知道台湾政府决定捐赠6000万日元的善款，协助石川县赈灾。そして1月5日からは衛生福利部を窓口として民間からの義援金を募るとの発表がありました。本当に温かい台湾の皆さんに心から感謝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ところに、実は台湾の小学生20名から被災地へ届けてくださいと被災者へ向けた手紙が私のところへ送られてきました。私の目からは涙がこぼれました。而且从1月5日开始，卫福部公布将设置开放民间捐款的账户，真的非常感激。当我在感谢台湾各界人士踊跃乐捐的时候，又收到20位台湾小学生写给我的信，希望我能代替他们将台湾关怀慰问的意思转达给灾区的民众知道。看完这些信，让我泪流满面。民間からの義援金は1月19日に締め切られ、5億4000万を超える義援金が集まったと報道を拝見したとき、改めて台湾の皆様の深い深い友情に心を打たれ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うして台湾の皆さんが被災地、被災者に寄り添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は、これから復興に向けて立ち上がる被災者に大きな勇気を与えてくれます。
民间的捐款到1月19日截止，当我看到总共募集到超过5亿4000多万善款的报道时，再次被台湾人民深厚的情谊所感动，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台湾民众给日本灾区和灾民温暖的关怀和协助，相信是给灾区民众未来迈向重建之路的莫大勇气。なぜ台湾の皆様こんなに温かいのでしょう。台湾に住んで私は長くなりますが、921 大地震、台南大地震、花蓮大地震の被災地もお手伝いに参りました。台湾の皆さんは地震、台風などの自然災害だけでなく、いろいろな困難に対して諦めることなく、強く立ち上がる姿をこの目で見てきました。为什么台湾人都那么温暖热情？个人常年居住在台湾，过往的921地震、台南大地震、花莲大地震，个人也曾到灾区去帮忙。我也亲眼目睹，台湾人不仅是在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时是如此，在面对其他各种磨难，也都永不放弃，坚忍不拔。私が思うには、台湾の皆さんは、日本語で言う根性があります。どんな困難に遭遇しても、必ず立ち上がるという根性です。この培われてきた根性が強い自信へと昇華し、その自信があるからこそ、隣人に優しくできるなと思います。この強さと優しさは台湾精神だと思います。我认为、台湾人有日文所说的根性。也就是强大的韧性及毅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有勇气重新站起来。我认为台湾这一种培养出来的毅力，升华为坚强的自信。也正因为有这一种坚强的自信，才能如此温暖善待邻居的吧。我想这一种坚强和温柔善良，就是所谓的台湾精神。私たち台湾石川県人会は、台湾皆さんの温かい支援に応えるべき、台湾と台湾の皆様の魅力と精神を自らの体験からも故郷の皆に伝えてまいります。我等在台湾的石川县同乡会为回报台湾民众温馨的关怀及协助，我们将以亲身的体验向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传达以及宣传台湾、台湾人的魅力和精神。最後に重ねて台湾の皆様に深くお礼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最后再次向台湾各界人士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感恩台湾朋友，多谢。我们谢谢德光代表。在我国政府宣布捐款以及开设捐款账户之后，日本政府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将播放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在记者会上的一段影片。今般の能登半島地震による被害に対しましては、多くの国地域機関から心温まるお見舞いのメッセージや支援の申し出いただいており、日本政府として心から感謝を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特に台湾からは発生直後に当局から6000万円の支援の申し出を受けたほか、特別支援講座の開設等を通じて台湾の皆様から多大なるご支援いただいており、深く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台湾との間ではこれまでも様々な自然災害やコロナ禍等におきまして相互に支援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して、今回の措置もまさに台湾の日本に対する友情の証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支援金については今後有効に活用すべく必要な調整が行われるもの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吴部长以及片山代表上台，
吴部长将国人的心意递交给片山代表，同时我们也邀请卫福部理事长以及台日协范秘书长上台共同见证。活动最后，我们也邀请刚刚获得唱名介绍的所有与会贵宾共同上台合影。谢谢，我们谢谢台上的贵宾，请先回座。台日两国友好，患难见真情，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扶持、真诚友谊，是台日两国之间友好的基础。一次又一次的台日间的彼此协助，让台日间善的循环永续不息。今天的记者会至此也告一段落，谢谢各位贵宾的拨冗出席，也谢谢媒体朋友的到场。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